都自在。能够讲这句话有几个人？大家要念佛，要发愿，要生息，说毕就面息端坐椅子上，你看多自在。哎，临命中这些我都不用讲了，哎，要讲的我早就跟你们讲了，你只要给我助念就好了。大家要念佛，是不是啊？哎，一心念佛，五时啊，早上五点在大众念佛声中含笑安详息事，如入禅定。你看看这个底下这一句的功夫，就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翌日第二天哦，第二天午后三时入龛，人端身正坐，吓死人了。二十几个钟头，早上五点往生啊，到第二天的早上五点就24个小时，到下午三点40几个钟头。24个钟头再加啊，将近12个钟头，30几个钟头，就是端身正坐，吓死人！这种功夫，这不是上品上身，这是什么呢？对不对？人端身正坐，面色如生啊！哎，百日突壁得五色舍利珠，百一粒大小舍利花以及血舍利千一粒啊，齿千存，这牙齿全部存在啊。顶骨裂五瓣如莲花，你、欸、有时候我洗澡的时候摸摸，我已经裂开了。嗯，这怪跟你共进呢，这还没往生，我这头顶就已经裂五瓣了。嗯，我这是小时候去看歌仔戏的时候，被人家从墙壁推下来，从小就裂开五瓣了。嗯，以下弘一大师又隐逸，这个人很有才华。跟我不一样，我从小就笨笨的，哎，他从小就很聪明，啊，贤就是熟大悲以及往生咒，他每天一定念49遍大悲咒。我看他的那个印光大师啊，全集，他每天至少49遍大悲咒，甚至108遍，那是印光大师每天的哦。辅就学刚刚读书过目成诵，嗯，这种功夫吓死人了。哎，潜心温意，啊，善诗词、书画等等。那么金石音乐、旁涉这个戏剧，啊，旁涉戏剧呢，就是说，包括他戏剧也是很内行啊。那么戏真神妙，很会演戏的意思，名正意思。哎，像演这个茶花女，那是专门的。39岁出家。受具足戒，从此啊，尽秉所习，以戒为道本，发心复利，遍收中外，立藏，教刊南山三大部，啊，重新立学。虽立少南山教中显首，但是行在弥陀，从不谈玄说妙。为世人以念佛为持戒，哎呀，暮年舍利渐衰，他得到这个肺病，还给他苦了。哦，在这个弘一力是一生为病魔所缠，为病魔所缠。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修行，只将千化，千化知道要死亡了，尽力弘法，不辞劳啊劳瘁啊，就是说很辛苦的意思。哎，60年后。60后就是60岁以后，悉心念佛，因为弘一力是30几岁，将近40岁才出家。悉心念佛，后世危急，拒绝医药以及探问，不讲世俗人情，专心念佛，写悲心交集一纸，一张纸条，并交代啊。如在助念的时候看到我流泪，并不是留恋世间挂念亲人，而是悲喜焦急的情境所感，在大众念佛声中安详而逝，徒弟或舍利1800粒，舍利块600，出
了上士两位以外，还有广清老和尚、李炳南老居士等当代的高僧大德，都是盛赞净土法门，而且身体力行念佛往生啊，平凡如我辈的得见净土法门的殊胜利益，千万不要踌躇，就是不要犹豫啊，当以诸大德为楷模，精进用功啊。因为这个故事啊，就是描述一下，很简单啊。第十三章勉励的话，结于218页。欲做准备啊，早机资粮。这弘一大师啊，曾经说，古人以除夕当死日啊，就是每年的除夕啊，把它当作啊要死的那一天，啊，盖一年的尽处啊，就像啊今年的尽处，就像我们一生一世的尽处。过去黄檗禅师这么说：一仙若不打彻，彻就是证悟，不是开悟哦，是证悟哦。开悟是还是在解的角度哦，证悟的话是正量哦。完全不一样的，哎，开悟是站在信解行证里面，信跟解啊两个角度。如果是证悟的话，是行跟证不一样的啊。说一仙若不打彻，腊月三十日到来啊，啊，到最后啊年底的时候算总账，管你就是保证你啊。脚忙手乱，难则正月初一便理会除夕，事不为早。但是正月初一便理会啊，除夕事不为早。哎，正月初一就是说我们提前做准备，那么一直到我们除夕夜，那不能算是早。简单讲，修行要提前做准备。提早做临命中的准备，不能说我们现在是年轻，我们体力很修身还早。诸位，你到龙总去看看，到长庚去看看，林燕如，他投身在演艺界里面，哎，得了乳癌，对不对啊？那么他是延误就医。事业太忙，赚钱啊，也是苦出来的女孩子，是很让人家很敬佩的。是为了打点赚一点钱，延误了就医，开刀割取以后，对不对？来不及了，癌细胞扩散了，来不及。林燕如，来不及了。哎，多漂亮啊！她就生病开刀出来，你看那个脸有多漂亮啊！艺人林燕如。那些电视上出来那个五官多美，走了。三十八，诸位啊，想想看，看到这个人走，那个人走了，你就会知道啊，这个生命实在是很短促的，哎，等闲不得，要提早做准备。底下说哪堪啊？底下说出世人世时。便理会死日事，啊，刚刚认识人间的事情的时候啊，就是刚刚成熟了一点点，有一点点知识，就应当去了解死日事，就应当去了解我们死亡这件事情，不为早，不能说哎，我们太早了，那你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走了？啊，你的龙种长庚看看，一个一个拖出来，到火葬场去看看。这相片一看，就才几岁而已哦，才几岁而已啊！哎，骑摩托车不小心撞死了，这游泳没几岁淹死了，很快的。哪看荏苒冉冉呢？这个荏苒就是时光流逝，怎么可以啊？我们怎么舍得？让这个时间这样不知不觉的就让它浪费掉，
消失掉，一天到晚看电视、看电视、看报章、看杂志，把修行放在耳边，那是刚好颠倒。哎，我已经讲过，没有什么叫做新闻，通通是旧闻。火灾以前就发生过，地震以前也发生过，车祸以前发生过，政治的斗争以前发生过，立陶治平专案以前发生过，不是今天，对不对？扫黄扫黑都发生过，那再来，医学报道也发生过，食品检验口蹄疫发生过，那再来，你看看还有什么新鲜的没有？没有，没有任何的新鲜。说新闻是旧闻，把一个礼拜的新闻报道，把它每一样的重点通通那归纳起来，然后就好像输入电脑，哎，这报道政治，报道文化，勾起来，勾起来，勾起来，演绎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只是人事实地物不一样而已，其他都一样。车祸十几个，十多十少而已。火灾、破产，烧的多跟少而已。哪里都有火灾，哪里都有地震。每天所发生的事情，它通通叫做新闻。错了，这叫做旧闻。没有新闻，世间没有新鲜的事情，只有往生是新鲜的事情，很棒。哎呀，这个人往生，哎呀，又娑婆世界又少了一个，哎，他到极乐世界了。啊，今晚惹岸杯啊，跟那个江苏这些地方想啊，你也来，我也来，哦，两个在那边哎打交道了啊，这是我的妄想了啊。哎，你坐起来，我文殊讲堂，你我马文殊讲堂啊，哇，那很好了，两个在极乐世界已经打交道了，哎，我们就要拼了，是不是啊？哎，叔叔说那两个一定往生的，一颗都逃不掉。嗯。那有的说，那师父你怎么不讲我往生呢？没有那么简单的，我要看了很久很久，下得很准，才说他会往生。真的，要下得很准，要否则的变妄语啊。那江苏界三年前我就告诉他了，你一定往生，保证往生。那他那种坚定的意志，哎，没话讲，没有话讲啊，没有话讲啊。以下。悠悠扬扬，不觉少而壮，壮而老，老而死啊！记住，过程并不一定是壮啊，亦不一定是老。哎，有时候是不觉得少而死，中间没有壮，没有老。为什么一下子就到死亡的阶段了？有的几岁就死掉了，溺毙的。况且更有不及壮且老者，岂不重视可哀哉啊。所以西江出戏无常，时时警惕，自是自要啊，自己发誓，自己啊要把它着重，不可依旧蹉跎去也。哎呀，浪费时间。死亡乃是生命必经的历程，也可以说是生命现象的一部分。达赖喇嘛曾经这么说，忽略了死亡，或者是正视死亡，都不能克服死亡。我们最重要是要克服死亡，意思就是说，克服死亡是要真功夫的，不是只有听经、听经闻法、听一听、听一听，觉得嗯很好，讲得很棒，很棒，哎，回去不修行，那有什么用啊？一点用处都没有。哎，哇，师父讲得好，生死无常，回去一样看电视。不做早课，不做晚课，不念佛，然后常常讲我还早了，搞下衰，明仔的事很衰，明仔车祸，真的，哎，我们常常讲着会那么衰吗？很快就轮到我吗？有时候就是真的很衰，就是真的很衰。以下啊，以其为必然发生的事实，无人每每为诸事啊，亦做准备。虽然未知死神何时降临啊，但知道其中必来访。我们一定知道，黎明中一定会到。焉能不以事前啊，妥帖预备？妥帖就妥当了，
妥当来预备呢？生死乃是意识状态的转换，这是唯识学讲的，没有真正的生死。而因为有执着，而无明的转换，自身的转换，所以我们说它有生死。啊，无明的转换，意识的转换，意识形态的转换，叫做生死。我们能常常，常做试念，说无常随时会降临。众人今天不修行，明天你还是要修行；此生不修行，来世你还是要继续修行。只要你没有跳出三界，你通通要修行。那为什么不早修行？我们现在听闻正法，年轻力壮，又有受过教育，多认识中文，我们何等的福报！祖师大德又教给我们这么好的净土法门，那你犹豫什么？现在既然听闻佛法，应该透视人生，做心理建设，当知一切法不可得。世间无一物，为我所有，哪一件东西是你的？你每天都问自己，哪一种东西是你的？汽车、洋房、大楼，我是带得走吗？通通带不去。应将金钱化作功德，化作智慧，啊，法宝，哎，切莫将之化为恶业。金钱啊是最好的佣人，但是是最不好的主人。哎，底下这地藏菩萨对大辩长子这么说：说未来现在善男女等。闻见自修，哎，闻见就是我们能够听闻佛法，见就是存在这个世间啊，还见在啊，自己要好好的修行，就是闻见自修啊，哎，你的耳根很灵力啊，还有这个色身，那么要好好的修行，纷纷己获，这样你每一分都是自己获得，不要等到你命中人家超度，要趁见在的时候啊，身体见在的时候，要好好的修行。是以布施放生印照印经照相供养三宝做诸功德，应该趁生前及时行之。哎，应当趁这个生前及时行之。假设身后由家属啊代做，所得利益七分之中，乃获其一，此善属不幸中的大幸。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假设这家属不具正信啊，枉做种种无益的铺排。而未能如法利益王者，岂非徒然？对王者一点帮助都没有，那么你所做的又有什么意思呢？铺张花了五六十万、一百万，对不对？有什么用？对王者一点利益都没有，岂非徒然？佛道乃是独行道，独行道就是独来独往，独生独死，叫做独行道。没有人可以取代你，你生没有人跟你生，你死也没有人跟着你去死，哎，独自来生，独自是去死，叫做独行道。就是同一个时间时，别人都没有办法代替你的灵魂。说我人一切的恶业啊，西藏由衷至诚以求忏悔。每一个人没有听到佛法，多多少少都会造贪嗔痴。杀盗淫的恶业都会的啊，非何人能取代？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取代的，自己修自己的，不修不得。是故以其亡故后由家属啊代做功德，何若生前精进修行？为什么不生前你就要精进修行，广学多闻？哎，所以我就告诉徒弟，我要留慈悲喜舍这个德性给徒弟，我不留财产给徒弟，这个就是最大的财产。你看师父怎么做？哎，内培一身财，外转大法轮，再继续扩大赠送法宝，没有一点失陷。我把我所有的供养全部拿出来，我吃的就是那一碗饭，那一点水果，睡的还是那个榻榻米，一个床铺，就是这样子。哎，没有任何的要求。把所有的啊常住的钱看好，把自己的供养全部供养出来。我没有个人的啊，什么享受啊，通通没有。所以就生前就要精进修行，哎，所以我们的经典一直一直扩大，一直印，一直印，一直印，哎，就留着慈悲喜舍这四个字给徒弟，啊，这个通通发自于内在的智慧。
广学多闻要增长智慧，要断除烦恼，培养健全的生死观，培养健全的生死观，才啊可以免病危抱佛脚之窘境啊。后面的附录一二三我们要讲，哎，那要讲。那么那一段呢、啊，临终切要，我们的郭玉开医都讲过了，有录音带啊。那临终切要是把我们整本的切要啊，那么内容都是相同，只是他们把它简单化了，所以那一段不讲，附录要讲。好，明天呢、啊，我们把整本呢、啊、圆满的功德。那么昨天讲了215页，哎，215页。第二倒数第二行这个金石印业，金石是指印章的意思哦，那我们就了解了。这还是要讲，不讲的话大家有些还看不懂哦，那词汇也查不到啊。好，那么这个左边这个、啊、师父的左手边是你们的右手边呢、啊、这个往生被命，这个其实啊是陀罗尼被，他这个整个宝塔就像一部大藏经一样，你看这个把它裱起来，把它框起来，放在家里的客厅，它这个大吉祥物，这太多人不知道了，他以为是死人在盖的，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其实不是的。你看这框一个，那才多少钱？要做镇家之宝，有什么紧急状况又可以派得上用场，对不对啊？所以说啊，哎，我们18、19、20啊，要灌顶，啊，要加持灌顶，安乐妙宝的供修，要的人可以到流通处啊。单单这个啊，有时候你有钱还请不到了，啊，这最近的，最近才拿来的，以前要请那也没有，很庄严的，以后死人有福报了，嗯。220页。我们人所处的乃是五浊恶世，具无量苦，而西方极乐净土啊，是弥陀愿力所成的，具足庄严。我们人倘就假设能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以至诚恳切持念佛名啊，这个不能做假的啊，要真实的修行，求生彼国，当然可以出这个娑婆，生这个极乐啊。那么平常可以准备啊，念珠两串，那么一串是108粒的，这是长的，容易计数，容易计数。有的人定这个大悲咒啊几遍啊，108遍 啊，有的人念定这个往生咒啊，啊，有的人定这个六字大明咒啊，有的人定这个毗卢遮那佛大灌顶光真言 啊，所以一串啊108粒的念珠啊，安置在佛前啊，就方便计数了。那么另外一个是随身携带的小串念珠，哎，小串念珠，自我啊惕力，哎，警惕自己生死无常，哎，来激励自己随时念佛，哎，随时念佛。那么做一个佛弟子的人啊，身上啊，都带一串小念珠。现在一些歌星影星啊，都带着这个念珠啊。来记者招待会，甚至啊强盗抢劫啊，我看他们也带个念珠，我真的电视看了我就很难过了。强盗抢劫抢超商，挂那个也不晓得挂什么意思的，这实在是啊厚颜无耻，做佛的弟子哪有去抢超商的，笑死人了。这个一定对佛不了解了，带个念珠只是说消消灾，看看警察、啊、最好不要抓到，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呢、啊、随身携带那个念珠，打佛七啊，或者是八关斋戒啊，
最重要的不要带那个计数器啊，第一次计数器以前啊，一个人打我们打佛机很愤怒的拿写个问题，师父我、哦、写得很惨，然后也很生气，我几天下来都没办法念佛啊，都不会钻，因为我旁边那个计数器恰恰恰恰恰，我都没有办法专心啊、哦。后来我们就禁止了，哎，禁止了。所以说这个计数啊是用念珠比较好，万不可以啊，卑劣自居说啊，我业障重啊，恐怕不能生啊。啊，我们说昨天就举了罗汉啊，啊，还有就在江苏这啊。现在他们两个都有婚姻，都有家庭，罗汉生四个，啊，江苏这生五个，倒起来都高的，啊，那家庭他们也做生意，也赚钱，有的做家庭主妇，还是一般的凡夫，他们这样坚定的念佛，那都两个都往生，都是今年，所以我一直重复的讲过的，进入文殊讲堂啊。会有很多很多人往生的，一定的，我们都说过了，除非你是没有正念的人，没有善根的人，啊，昨天我们一直强调，要开悟真的是很难。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众生都生活在有相里面，要叫他开悟实在是难。但是你要教他往生，其实很简单，就把那个执着的心，就执着阿弥陀佛。用执着，那这速度就比较快一点，啊，那这执着儿女、执着金钱的心，那放在执着阿弥陀佛，那就教众生更厉害。叫他不执着，这很难。他是哪里不执着的？通通是我的，叫我不执着，啊，有一个极乐世界啊，执着，啊，就把这个执着力转移，就全力以赴的执着，哇，那对了，这执着对了，支持名号。若一日到七日，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佛真的是很善巧方便。你要执着那个，就不如执着这个，是不是？哎，是不是？哎，辛苦的比较不会处理的啊。你要执着金钱，这赚钱很辛苦，执着金钱也很辛苦。这困难的事情是为了替你们负担，就把钱交给我就好。我这个你们比较辛苦来处理，我来处理。对不对？哎，那你们处理比较简单的，支持佛号，哎，支持佛号。底下讲哦，就不要常常说，哎呀，卑劣啊，自讥啊，说啊业障重啊，恐怕不能往生。我们刚刚讲，两个都是在求即时，两个都是几个生，是也只生一个哎，对不对？哎呀，这孩子还是生很多啊，也不是生很少啊，那就照样往生啊，照样往生啊。大家不要看清自己啊！当知自诚念佛求生者，无论根之利钝呐、啊，或之厚薄，或啊就是无名，哎，无名的别名叫做惑，或之厚薄，那么皆可蒙佛的接引啊，切不可妄之非薄，不可以自己看不起自己。骄傲的人有救了，自卑的人难治疗，很难救。骄傲的人啊，自负的人，他有才干，狂妄一点，骄傲一点，这个还有救。不要太极端了啊，不要太自以为是了。哎，可是一个太自卑的人呢、啊，没有救。一天到晚我业障很重啊，我不能往生了、啊。你就是这一念，就是真的不能往生。骄傲的人反而好，我一定可以往生，坚定意志。你要不要往生？我一定往生。我不往生谁往生呢、啊？我这么诚恳呢、啊？哎，这个好。虽然有一点骄傲，但是很有自信。宁可骄傲，哦，说我慢不可有，佛慢不可不有。人不可以骄傲，但是要有佛的这种自信心。底下常做四念，就是不能真信切愿，当然就无从感佛来演。
那么自来修净业者众，往生者寡，它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不依佛的教教化，佛的教啊，那么平常跟人家开示口言净土，讲讲净土的思想啊，劝劝人家念佛也会，可是呢，哎，心念沉静啊，嘴巴念阿弥陀阿弥陀，哎，内心呢、啊、看到执着的事情啊，还是很执着，哎。一个是为平日告诸眷属正确的临终处理方式，对不对？哎，这周罗汉我要去的时候，哎，就是要跟他换衣服，马上就跟他阻挡阻止，还好了，这长庚运回去开这个心导管，那四天前我去看啊，没有办法了，看这个脸就没办法，一定死的。那可是我不敢讲，是吧？我们不是医生嘛，哎，几天后。运回去还好，在事前交代我，要不然就马上给他换衣服了，清洗了，我昏迷不醒了，周罗汉了，是吧？哎，江叔这还好，我去，就交代一句，给慧律法师处理，不被他上冰火，他不懂，自己很有修行，很认真用功，没有交代儿女，没有交代儿女，这个就很糟糕。就是处理这两个人没有师父去，这就惨了，不会处理。这两个人要是没有师父去处理，这样下去都会堕三途。那两个去处理对了，两个都往生。这处理对跟处理错是很严重的问题，很严肃的一面啊。底下啊。那么所以说，平常啊没有告诉他的眷属正确的临终处理方式啊，自比依世俗的之见，瞎张罗或者是更衣哭泣，瞎张罗啊就乱摆布了，反而成为障碍。是以假设离重病，当一心待死，若命不该绝，只能速愈啊。那么因为啊放下了身心念佛啊是最能够消业障的，这个业消这病好了，要不然就为求速愈，如果不治也无有往生，哎，以其生息之志啊不切啊，所以那个往生的志向啊很坚定，临终之际啊未免眷属处理失当，妨碍往生，平常就应该自己的意志、啊、交代家属，所以每一个人里面要附带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回去要度你的老公或者是你的老婆啊，你的儿女，要给他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哎，你死的时候，我死的时候，或者爸爸妈妈死的时候，做儿女的不要动，几个钟头不要哭啊，要好好的念佛。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要交代清楚，但是大家不要一直交代，赶快去找慧律法师啊！啊，惨了惨了，这里有500个，那大家都交代这句要惨了啊！那整天呢、啊、就像跑这个就好了，嗯，以后你看慧律法师出来就不是这种打扮了，就头上绑一个那个昂头啊，那个就专门跑这个，给他。哎，你有看那红头的招魂啊？结果一个讲扬无声啦，扬无声，扬无声，伊迄个怎变个？怎变呢？本来是变呢，哈，再讲变呢，扬无声声，伊迄种变起，噔噔噔，真的没办法，很不容易的啊。有的人说。嗯啊、我们不认识字怎么办？我说不认识字可以用录音带啊，录起来。你要交代什么？是不是？要交代什么？录音起来啊。底下啊，那么不要啊，说因为啊处理错误啊，适当妨碍了往生。平常啊就应该自己的意志啊。附嘱家属切莫啊以谈身后事是不祥
而讳莫如深，讳就忌讳啊，啊，很忌讳，啊，很有很深的忌讳。一讲到十，哎，那就呸呸呸呸，嗯，不吉祥啊，不吉祥，反正一般人都是这样讲啊。是应令彼等于平日就常持佛号，所以正念要从平常要培养起来的。哎，诸位，虽然坐在这里两个钟头，这两个钟头培养了多少的正念？哎，也许这两个钟头就是你往生的关键都不一定。娴熟正切临终的处理，娴熟就是非常的熟练啊，正切的临终处理。啊，疏不致破坏自己临终正念。诸位，要怎么样能够有本事说在临命中不会失去正念呢？很简单，在你这个世间碰到很生气的事情，你不生气；很恨的人，你不恨他；很诱惑的这个境界，你都不在意。虽然失去很多钱，或者你的爱人都失掉了，或者家庭火灾了，很大的变故啊，车祸了，那自己说，哎呀，我全家人都被杀死了，碰到这种阴缘，假设说，当然是很惨，很惨了，啊，很残忍了，啊，也很悲哀了。但是你一样能够看得开，一样可以原谅对方，那这个是真的是决定往生，临终的正念，就平常就可以看得出来。通通可以原谅，通通可以放得下，这个很难的。尤其是伤害到你的爱人，大陆讲夫妻他叫做爱人啊，啊，我台湾叫做老公老婆，一个人去伤害你老公，那你不恨他，这是不简单的，这不简单的。就像以前有一个人呢，去救了很多的孩子，结果自己死了，那么他的爸爸就说，我觉得我很光荣，我的儿子啊，能够救很多人啊，往生虽然很伤心，但是我很光荣，很看得开，还很看得开。那有一个人信基督教的，他倒是很看得开，有的孩子，他的孩子被杀死了，结果人家访问他，记者访问他，说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他说呀，神啊，还是要宽恕他，还宽恕他，他神提早带走了，提早离开了，我们奉神的名义还是会宽恕他。哎呀，这个在电视上这种访问啊，这种胸量啊，还是很不容易，不容易。你说，哎呀，你说这样白冰冰，这个怎么原谅陈进兴？那怎么有办法原谅他？很难啊，很难。所以啊，说临终的正念是看平常之念，这平常之念没有碰到啊，很激烈的这个境界啊，他可以讲大话，碰到很大的这个境界的时候，大话讲不出来了。不恨他很难，不愤怒也很难。底下说，一颗使其早知善根呢、啊。世人碰到病疾危难呢、啊，每求神问卜，以致杀害生命。那臣属于不治，当知所有的净言都是由树叶所感，当念佛求忏悔，就可以啊，夜消病愈啊。所以诸位啊，很聪明。今天刚好是打八关斋戒啊，据说有300-400个人参加，这个都很有智慧的人，他才会这样啊。选一天，这个大家都做得到的八关斋戒，功德又是最大啊。然后一日一夜啊，功德又是最大，所以啊，很会利用，很聪明，很有智慧。一下子比鬼神游在六道中轮回，浮沉于业海内，怎么能够为人消业呢？即令比有大威德神，大威德力是正神，那跟佛菩萨比较起来，佛菩萨就像太阳，他就像萤火虫，就直如萤火之于日光。或者是佛法为超度幽冥而设的，有的人认为
啊，是不吉祥的，这才是拥御古剑啊，在我们呢、啊，孔子里面呢、啊，啊，我们儒家里面讲啊，未见而言谓之古，什么都还没看到，意思就是没真正看到就乱讲话啊，叫做古剑，茫然之剑呐、啊，嗯，未见而言呢、啊，谓之古，眼睛瞎了。啊，没有看到就乱讲话、乱批评，哎，就是拥御古剑呢，是愚痴的人之剑啊，还是个盲目的人之剑。《华严经》就是记载，佛身诸天说法，无量的天地共赞佛法，最为吉祥。哎，他的每一层上去，就是我此处是最吉祥，见佛是最吉祥。是以当破除邪见，切勿贪生怕死，应该将躯壳看破，专制念佛。哎，所以会不会往生，其实问我们自己就很清楚，就看这个人平常处理事情是不是很有修养，是不是真的很看得破，是不是大慈大悲。哎，所以啊，师父啊，怎么样的人可以往生？第一个，把世间的修养要做得很好。无争是往生之因，忍辱是往生之因，好好的行施善是往生之因，大慈大悲施舍无相布施是忍辱啊清净净土之因。因此啊，能不能往生，其实看平常这个孩子啊，就可以差不多可以看得几分看得出来。当知痴念佛名啊，功德利益是不可思议。非仅现世啊，消灾祸福啊。翻过来，也可以往生的资粮，临终一念是最为重要的。千念万念是不如临终一念。假设这个念佛的功夫很深啊，我们这个八十天中就聚出佛的种子。我曾经用这个抽奖的来比喻啊，譬如说，在座诸位。念佛多，这个很重要的。用数量，认真啊，来用数量。比如说，我们抽签，你说这个签里面，这个筒子里面有99只的啊，那么贪嗔痴的签，一只是念佛的签，那你手伸下去，啦啦的，搅和。抽起来的贪嗔痴的这个签机会是比较大，知道吗？好，那么如果说我平常就很坚定的念佛，什么都不跟你计较，通通无所住了，我通通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不管有没有用功，有佛号就念得很多很多 很多。那一千只里面的啊，这个签呢、啊，抽起来有999只的，都是得第一特奖，只有一只没有中奖。如果是百货公司，990都中奖，那当然中奖的机会就大了，对不对？八世天中，哎、啊，就像一个啊框框里面抽这个抽奖的这个几率啊概率啊，哎 ，opportunity。啊，这概率。那么如果说能够啊，平常多念佛，不能是到你命中才念的，那来不及了。平常就培养好了，把这个念佛变成生命的全部，还不是说一部分呢、啊？我说，哎，我把念佛当作生命的一部分，那不行的。哎，我们要把念佛当作是生命的全部，全力的投入。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哎，到哪里呢？你抽的签都是阿弥陀佛，那你命中的哪一个不往生的呀？底下说，假设这个念佛的功深啊，八世田中啊，就记住佛的种子，何愁不往生？此外，当例行家庭佛法，家属即可为己念佛次中，次中就是处理临终了、啊，啊，处理就是次啊。复以净油助念，平常要多出来跟他结善缘，不要像乌龟里面躲在壳里面，
哎，那就将来不要攀岩。哎，某某大师讲，某某法师讲，哎，不要出来攀岩，不要这样子。哎，在家里啊，蒙着就自己用功。如果功夫够了，没关系了。那万一你命中功夫不够呢？没有人认识你，说助念奇怪，平常都不出来接言，我怎么去跟你助念呢？对不对？去跟你加持呢？看都没看过，哎，是不是？哎，有的人认为说，哎，我用红包啊，请法师来，对不起，红包这一关我们在这里就用不上的，哎，用不上的。哎，你说我拿100万。台南有一个人说：“哎呀，慧律法师，你来，我100万供养。”我说：“对不起，这不是钱的问题，从来不来这里结缘。”哎，别人会跑得很快，我这个人是钱没有什么作用的，是不是啊？我不会我没有100万也是这样三餐是这样过日子啊。哎，开大工厂啊，师傅你不晓得他家都有钱，我说那他家的事情不关我的事，是不是？我认为我比较有钱。哎，因为我们比较有智慧，哎，生活生命都有目标，师父顺便去度他，哎，度他可以亲自来下跪顶礼，哪有用一通电话？你以为啊，我是达美乐达乐美叫披萨的，他用电话来了，用电话来呀，不，我说要请慧律法师来，可以啊，亲自来下跪顶礼啊。你很简单啊，对不对？那你用电话了，是不是？这又不是叫披萨，用电话叫的、啊。一下啊。那么，如果是净有助念呢、啊，自可神超境遇。平常应当啊具足这个信愿，就要多多参加讲堂的活动啊，尤其这里的法会呀、啊。底下说，平常应当记住这个信愿呢、啊，斋戒念佛，并且啊广结这个善言，以临终一念为后有声音，彼时病者无始以来所造的诸业聚集显现，这个时候只有靠佛号是护身扶壤，哎，扶壤就是我们所讲的救生圈，哎，救生圈。掉进去水里面呢，你就要救生圈才能浮起来。浮壤善有助念，由是以无数的浮壤系住景象，哎，捆在这个景象就是脖子了，中离彼岸了。如果道念不坚，或者是因疑成障，疑就是怀疑，有没有极乐世界啊，我念佛念老半天，你不晓得有没有，也没看到啊，因疑成障啊，那就变成障碍啦。或者是没有善有的助念，那、啊、这个不是功亏一篑吗？哎，应当被这个电子的念佛机啊、四字佛号录音带或者是雷射唱盘，哎呀，现在够方便的啦，啊，一放在旁边呢就助念，啊。帮助我们呢提起正念，啊，来帮助王子提起正念，啊，大家念的有喉咙沙哑，旁边有录音带，哎，又可以撑下来。病中宜时时静听，或随念默念，令耳根长寿熏闻，可增上净眼，长养莲胎。什么叫长养莲胎呢？啊，就是你一念佛。发愿要到极乐世界去，极乐世界的莲花开一朵，底下刻你的名字。那么你继续念，那这个莲花就越来，哎，啊，越光越强，啊。那么如果说啊你开悟了，那么正道四果罗汉了，你继续念佛，这朵莲花，凡圣同济的莲花消失，啊，在方便有一土，啊，那么莲花。再开，他们一去就马上见佛，啊，方便有一图十报庄严图一去通通见佛，可见的佛啊，那跟凡圣同济土的佛又大不相同，哎，又大不相同，所以这个长养莲胎
就是以精进为主导，啊，直吃佛号，精进，就像在浇水一样。高僧大德临终之际啊，洒脱自如，哎，前面有弘一律师、印光大师啊，自在的安详，闻者莫不心向往之啊。假设我们呢、啊、能起而效尤，就是效法，深信切愿，精勤不懈，高登莲平呢、啊，自可欲皮，自可欲起。这有一个比丘啊，自己觉得业障深重啊，没有福报消受啊，十方的供养。啊，那、啊、意义还俗。这广化老和尚啊，就叫来问，说你呀、啊，今年几岁？他说我45。哎，然后呢，就你以你享年70来讲啊，好，就算你活到70岁好了。哎，就剩下25年呢、啊。那你用25年来赌极乐世界的无量无边，你不敢赌吗？啊，就是等于25块，人家出资是几亿啊，你赌25块。你25块，你赌赢了1000亿，1万亿都是你的，那当然大家要赌了。所以我们今天的出家呀，啊，或者是有还俗的念头，啊，注意要冷静一下；或者是在家修行修得很累，要冷静一下。啊，你今天不是说你还俗，你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呢？烦恼更多哦。啊，诸位法师要互相勉励一下。今天你如果在佛教界活得很辛苦很累，那也不敢保证说你今天还俗讨老婆做一个事业就没有烦恼，对吧？心态的问题嘛。那么这如果在家诸位居士也是一样，真的如果你接着说，哎呀，这来听经闻法很累啊，因为时间的浪费啊，或者是说哎呀念佛很辛苦，那你想想看外面的人怎么办？那些没有佛法人，那日子怎么过、啊？你看，喝酒、酗酒，电视出来的，有一个人呢、啊，考了研究所，然后他妈妈有点残废，他考上研究所，出去外面怎么喝酒，喝醉了啊，很高兴啊，考上硕士了，喝醉了，躺在路边睡觉。啊，人家赶快怕他被车子压到，赶快叫警察来。警察，啊，没办法，为什么？还太重了，200-300公斤，就一看像一只猪一样，好大一只猪。警察的身材也像我差不多，4个慧眼法师才加起来有他的重量，扛也扛不动，抬也抬不动，没办法，都没办法。哦，说请都请不动了，啊，后来没办法了，就请他妈妈来，他妈妈。用这个助行器走来，啊，把儿子叫醒过来。哎，他儿子一醒过来，你看，哦，妈妈来，真不好意思。起来的身材像什么？像你看过日本的相扑有没有？日本相扑呢，左腿一跨，踏下去都噔，啊，右腿一跨下去，砰，咚，然后穿一个混沌鞋。哎，很多鞋，然后这头发就竖一个，你看那个肉，据说那一天要吃到几只鸡啊，几百颗鸡蛋、鸭蛋，然后呢，哦，哎，还有那日本的女孩子最喜欢嫁这种了，最喜欢嫁相扑的，哎，很有名，是不是啊？他说读到硕士了，啊，读到博士了，啊，他没有听到佛法，啊，他又能如何？他怎么安排他的生命？他不知道怎么安排他的生命，喝酒，对不对？玩乐，就是这样子，哎，世间你不晓得怎么处理自己的生命的，也不晓得怎么样处理的自己的未来，啊，毫无方向感呐，没有方向感。就拼死命的一直读书，一直追求金钱，搞不清楚生命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临终终点又是要处理什么事情，不知道，谁知道会要修行，谁知道要超越六道轮回，在座诸位都不简单，不管那年幼年轻，或者是不管男女老幼，或者是啊年纪大的，师父都很赞叹大家，
能够跨进佛门，这个是很难很难的一条道路，因为这众生他享受习惯了，自以为是，他把信佛的人当作迷信，当作迷信，对不对？哎，后来我去亲近这个三宝，有时候也是内心里面也是这样想，刚进去看，就问师父说：“师父，你们为什么要出家呢？对不对？”哎，也是一样。啊，后来人家也是这样问我，哎，我就会回答了。人家问师父：“你为什么要出家呢？”蒙阴啊你，你又为什么不出家呢？哎，蒙阴，蒙到会找我喽。这教盖厉害，一蒙我呢，我蒙都病啊，你怎么不要引，怎么讲个啊？哎，呀，师父出家有什么好呢？你说，那我请问你在家又有什么好呢？一样的道理嘛，是不是？角度不同嘛，哎，一下这信文呢、啊，后来 啊就打消了哎还俗的念头，哎，要素研读1000亿啊，是不是？怎么不敢下毒注呢？那么这该比丘打消了还俗念头，精进念佛，用功精教，哎，后来念这个见佛了，以54岁之年往生，哎，他信文这个老和尚啊，鼓励他。辛苦了9年啊，终于有丰硕的成果。我们这样想一想啊，我们呢再活几年，对不对？吃一点苦，往生极乐世界，怎么不敢赌一赌啊？你看过这么好的赌博吗？赌博都是用1亿赌1亿的啊，没有用25块赌1000亿的啊，没有的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比1000亿还好的。以下实在来讲是不需要9年的，如果能够坚持。对净土的信念，求生西方仅在一念之间。设若有人生重病的时候，自知时期不远，就是应该病除诸缘，谢其亲朋好友探访，关起门来专心持念四字佛号，好好的念，并且播放阿弥陀佛的录音带，或者是念佛机24个小时啊，毫不间断。记住啊，佛陀告诉我们，那一些以讲话为乐的人是没办法修行的啊，每天都讲闲话，讲很多很多的闲话，那没办法修行，那把讲话当作是一种快乐，哎，那受不了寂寞，或者是单独处啊，单独一个人就觉得很寂寞，而且喜欢呢啊，在拨电话一拨一讲3个钟头，一讲5个钟头，哇，那是很累人的，是不是？那些啊，佛陀告诉我们，那些以讲话为乐的人是没办法修行的。所以啊，讲话要看讲你有没有营养的，有没有关于我们的修行，帮助我们的修行，谈一谈可以，啊。但是、啊、讲那些无聊的话，专讲是非，造口业，那最好还是不要，得不偿失。哎，底下若有人前来，也告以念佛，啊，因为探视无助于了生死、啊，来看看我们，那也无聊。要像我们这些亲戚，那通通来看，比如说，我要临命中往生，对不对啊？那如果说要我们亲戚通通来看，我们6级、7级、4级、5级、6级、7级，然后在他的儿子，他生的儿子的儿子、孙子，哇，那这个不得了了，来的话就没办法了。哎，有一个人要演电视剧，在演电视剧，他就演一出戏啊，很好笑。他生病本来是很轻啊，哈，很轻，不是很重。结果、啊、他因为很有名气，人来看他的人很多啊，他又很客气啊，每一个人来看他，他都是一起送到病房以外，再进来，他躺着，又有一个人来看他，他又送到病房，哎，后来他没有进来了，为什么？昏倒在门外了。哎，实在不这么严重，你敢不敢啊？是本来是没有这么严重啊。本来没这么严重，哎呀，太多人来看他了，啊、他每次都送昏倒的，昏倒在门外了，啊，所以这个就是，来看的，不但对这个病情没有帮忙，
反而、啊、打扰正念，哎，打扰正念。所以有一个护法机是最有智慧，哎，师父讲的他都记得最清楚了啊、哦！我要记住，当你爸爸妈妈、你最恩爱的人临命中的时候，你记住，千万不要打电话通知你的亲戚朋友，要先打电话通知法师跟莲友，先来助念，助念八个钟头、十六个钟头，甚至十了以后，再打电话出去发布消息啊！进来的时候，哇！你是被安装哇乐哎呀哎呀你这个一点再三也不会不能被安装哎你再去考一把给你倒麦克风给他考不要紧二十四个小时你要一定要掌握你知道吗、这国家人考的你敢不听到那、欸、我就是以前听书嘛考我不知道会要学哎，就靠我们伯就安尼考呀，哎呀，乐，哎，一揪揪都还够掉，哦，好乐，哎，本出去也有掉，啊，揪你干嘛有掉？本出去就我个，会安怎？无定无走的，啊，即摆揪起来都，哎，够掉了。会正经诶，我毋是咧讲笑，诶，事实就是安尼。我边仔听，哎呦，阿公唔博士，我安尼笑甲要挡袂住。